5个水库同时进行人工增雨作业，水库只能算是。截至目前为止，累计最大的雨量呢是发生在我们前镇区255米。6到8月均温29.54度，史上最热夏季。纵观整年，23个台风生成，仅一个青台，降雨不如预期，秋季雨量27年来同期最少。10月14号开始，我们在桃园、新竹、苗栗以及台中要实施夜间减压供水，史上首次10月水情灯号亮黄灯。南水情吃紧，东北部雨不停。历经10天抢修，才完成统筹目标。1月，黑鹰直升机失事，参谋总长沈一鸣等8位将士罹难。7月，海军陆战队胶州翻覆，3官兵殉难，1人轻生。起飞后大概2分钟，616号机呼叫，它的旋翼转速过低。战艘直升机未避开民宅，错失迫降机会，不幸坠毁。10月，小金门战车翻落边坡，林凯强中士身亡。月底 ，F-51 战机坠海，朱冠萌尚未殉职，得年29岁。陆海空痛失16精英。父亲。前柜台北林森店火警系统遭人关闭，事发逃生不及，6死89伤。高雄透天厝清晨大火，医师家2大3小，伤重不治。9月戏水游，瞬间生死别。宜兰大溪渔港疯狗浪袭，钓客落海，5死3伤。南投五界溪水坝放水，啊，我们也不晓得到底是什么原因突然陷。2家人露营遇难，4人丧命。2020聚散无常，伤难愈。愿敬天爱地，免灾疫。走过这一年不简单，但愿来年会更好。眼看着。